海关1236统一服务热线，很高兴为您服务。本热线咨询答复仅供参考，不作为法律依据。为了提高服务水平，本次通话可能录音。6018，号为您服务。你好，深圳海关。哦，你好，我想查两个件。查快递吗？就是他那个被退回去了，但是你们海关没有给我们任何通知。我们这边查询不了，你要跟快递公司去查的是情况啊。快递公司他说海关也没有通知他们呀，就是自动被退回去的，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。什么是自动被退回去？你现在是什么情况呢？我也不知道是什么情况啊，你们就是EMS 也没有通知我们，然后海关也没有通知我们去清关，然后现在已经被退回去了。你的包裹是从国外到进入到国内的是吗？进境的包裹吗？是从国外寄到国内的。对啊，那进境的包裹现在是退运了吗？现在就被退回到发货人那里去了。被退回到发货人那里去了。嗯。那你现在要怎么办？要做什么业务？现在那我们要知道这个包裹是为什么被退回去的呀？你没有收到进境邮件通知单吗？没有，什么都没有。已经，那你现在包裹是？退运回去了，肯定是有那个办理退运的手续才会被退运回去啊。就是要打给 EMS 是吗？对的。哦，好，那我先打给他们。